《斗罗大陆2》确定这周六开播了，官方又放出了男主女主的 PV， 霍雨浩和王东这对 CP 出场了，这画质确实是杠杠的，霍雨浩已经出场很久了，这次女主王东一起出场，短发王东真是个美丽的大帅哥哦。斗罗一看昊天锤之类的武器，斗罗2就以魂导器为主，魂导科技无处不在，这自行车加上了魂导科技就变成了机动车了，海神三叉戟还客串了一下，新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也公开了。短期内风魔柔兔江南南肯定是第一美女了，这大长腿太哇塞了，江南南这图还是专属海报了，你们觉得她和兔子小五比谁更好看呢？而与江南南为 CP 的徐三石，传说他们俩有点恩怨，另一个女角色潇湘则是个萝莉型的，与新史莱克七怪老二棒棒糖武魂的高大威猛的和菜头为 CP， 和菜头的魂导器真是满满的科技感。最后一对 CP 就是长得有点着急的新史莱克七怪老大贝贝和唐门门主唐雅，唐雅看起来和小五长得一毛一样啊，唐门暗器似乎也是像枪一样组装的了，霍雨浩就是用这种暗器和魂导器结合开挂的，